市建局就指出，未来咧会多啲自行发展项目，起一啲实而不华嘅单位。我哋要起一啲实而不华嘅楼宇，一啲上楼盘咧，去回应市场嘅需要。豪宅有的佢都有齐啦，地下大电梯大堂啦，高楼底配埋盏水晶吊灯，落充本豪装噶。地下咧有四个商铺位，天台有埋空中花园添，仲有个迷你会所，唔系四四方方，反而系长形。咁呢个咧就系厅啦，咁其实咧都系房噶啦。咁你睇落去咧就都可以摆多一张床嘅。咁但系如果你摆多一张床之后咧，其实留翻嘅位咧又得翻好窄嘅，就行过去咧都几辛苦。咁所以咧就應該咧最好咧就擺張梳化床，咁啊日頭咧就可以我哋做梳化啦，夜晚咧拉翻開就可以做床用啦。本來地方都唔多，仲要長方形唔夠闊，結果近300萬樓竟然要瞓梳化床，朝航晚拆。價值277萬嘅市區樓真係細成點咧？咁逐拍度過尺咧，俾實數大家睇睇。唔計露台同工作平台咧，內壟得128尺啫，係建築面積嘅35%，破紀錄咁低啊！俾個參考大家，公屋居民平均每人嘅居住面積有138尺，而家200多萬買層樓，享用嘅面積仲細過公屋嘅住户，真係好大諷刺啊！上樓盤主要嘅原因係因為面積細。但唔代表咧，佢嘅尺價係特別低嘅。你要明白市場嘅運作，實而不華唔代表係平過市價，呢個大家要明白。實而不華唔代表係平過市價，實而不華唔代表係平過市價。參考現時區內嘅相同嘅樓嘅價錢咧，大概係6000幾至7000蚊之間嘅。咁到時嘅定價，我哋都會參考翻呢個私樓嘅價錢。